大家好，我是小高。我们这个频道致力于分享一些投资理财方面的知识。如果你感觉小高分享的知识对你有用的话，请订阅、点赞、加转发。一个人花十年用心做一件事，就会成为高手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决定对这个频道的视频做一个改版。我以后不会再贴每周的定投视频了，因为好像大家对千篇一律的每周定投兴趣不大。以后每个月底我会贴一下当月的定投回顾，这样可以把几次的定投录像合并在一期里面。我也会出一些更有内容的录像，比如分析一下比较热门的基金啥的。今天就是2021年8月的定投回顾。这个月我一共定投了四期，其中 ARK 是8月4号买入的，单价是 122.48。 VGT 是11号买入的，单价是 411.78。FBGRX 是20号买入的，单价是 188.39。 25号我定投了4只基金， iBuy 单价是 116.66。EBIC 单价是 32.02。 SOXX 单价是 462.14。 SMH 单价是 266.88。以上就是2021年8月份的定投小结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投资没有万能公式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我是你们的小高，我们下次见。